Yes, yes, yes。注意看一下，木曜试抄完。对，节目拍摄中，敬请见谅。再看下面，用三种语言告诉大家，因为我们木曜试抄完来这边拍摄，还跟大家致歉。是这样，因为如果不仔细看，大家会觉得说木曜试抄完暂停营业了，会很长很长，我们很长会有这个事情发生，不是吗？阿良，等一下，接到，好不好？笑完了，知不知道我们接下来拍什么？我跟你讲，一个企业会这样子的慎重其事，这个是有原因的。什么原因？因为呢，刚刚陆陆续续有500多号人经过。哎，男子，我很纯奶哦。国际级的游客啦，国际级的，他们今天真的很用心。光是今天把这个店关起来，损失最少200万，真的，绝对超过，绝对超过。这个地方呢，已经算是台湾之光，真的。除了龙山寺以外，是第二个朝圣的地方。这倒是真的。从巷口开始，对，大批大批的日本人，大批，现在日本人在一直叫，等等，哎，挤电车。你知道为什么今天台哥这么开心吗？对啊，为什么？因为他跟永康街是一个渊源很深的人，因为有固金糕啊，然后固金糕就算了，台哥喜欢吃鼎泰丰，还有高级的包子，再来就是这一家。Smooth 芒果冰， Smooth， 这个芒果冰呢可以说是名闻遐迩，还能够请我们来拍，真是太看得起我们了。为什么？所以我们今天开场开得太像一个节目，害我有点不知道怎么进去。降对，太慎重，太慎重。其实还 OK 啦，能够选到我们算是我们的幸运咯。而且通常呢，一日系列如果是你们两个开局，都是那种很累很苦。对，所以今天我想说，你们两个就是跟一些学姐。哦，不要骗我了啦，有我在就不会有学姐啦。哦，你好像说我就对你不好似的。哎，每次都有什么 Lucky Girl 去陪你什么鬼的。Lola。上次那个谁，台东那个学姐还去找你了。怎么是 Rachel and Anne？ Oh my god！对，你放尊重点，不是台东那个学姐要叫师母，懂吗？是啊，我现在都叫师母。师母，你现在变师母了。不要再乱讲，好不好？那这样，因为真的很需要学姐来抚平一下我们这样孤单的这种心。我真的需要。而且我觉得，我们最近啊，整个焕然一新的感觉，好像换肤了一样。真的。而且这苹果肌，整个都是苹果，芒果。欸、我们今天是拍芒果。对，我跟你讲，他妈今天比较难得一点，我们开场我们就请学姐进来，这么直接，大家认识一下，一个叫灵儿，灵儿，一个叫小鱼。我靠，很正的感觉。现在看工作人员的脸，大家都臭逼逼的，知道今天是没整，大家都是心情就好。请问是吴阳林跟王宇恩吗？90度，我是不是猜到了？我已经化名成这样，你也猜得到。你本名叫什么？央林，王鱼恩啊，鱼儿，恩儿。哎，拍谁 ？OK 啊 ，OK 啊。我为什么不叫小恩，我叫小鱼？喂，还不懂我？你今天改名叫黄雨思。好了，现在怎么样？他们俩今天没什么好兴奋的。学姐啊，对啊，他们学姐，所以。你们昨天就已经来学过芒果冰了吗？没有，他早上来的。早上学过了。好了，那我们四个集合完毕，我们就先跟今天的副。等一下，没有，不要看。真的没有其他学姐吗？是没有，真的没有。你们不好吗？哎，你们很好。我讨厌。没有，我久久没来，我会觉得没有点好。什么叫做没有一点？他维持一个小别胜新婚的感觉。好，那欢迎学姐。你要现在就 Q 他进来，副总啊，不用换一个镜头，直接副总。没有，啊，换一个镜头再叫副总。对啊，好吧，这样子，现在换一下。换。我跟你讲，只要是国际巨星，中间一定有事这个。对对。出差。你好，这是你的芒果冰。968号，你都订好了。小妹哦，金箔。金箔。我超喜欢黑糖珍珠的。张总，我这一二，不用一二。好，现在要欢迎副总了吧？是，欢迎蔡副总。副总好，你好，年轻
那当然当然，你已经具备了优质学姐的标准。而且教蔡副总就见外，他叫 Rachel。哇 ，Rachel！ 啊，其实就是礼貌，礼貌，礼貌，对呀，对呀，对呀，是礼貌。那我要改名叫 Rachel 了。哎，是是是，哎呀，哎，不要叫 Rachel 都是美女。哎，不要叫，不要叫，你也改，你也改，不要。传说中，台哥只要收集五个 Rachel， 他就会返老还童。他现在已经收集两个。好了 ，OK， 我们今天是要来跟蔡副总学习一下如何经营一家芒果冰店。先看一下右手边。Recommended by CNN。哇塞 ！CNN 什么时候来推荐？哦，现在是在两年前。两年前就已经来推荐。因为我们其实这个品牌大概是走向国际化的设定，像你们说的也是台湾之光嘛，对对对，也是台湾的门面，所以语言其实是我们必备的一个条件之一。等一下我们会有一堂语言课程，简单的来我们教学你们怎么样去满足这个观光客的需求。真的？到一个冰店还要学语言？哇，所以要英文、中文、日文、南北韩的文。没有，南北韩是差不多讲一样的。一样的。那我们这样来讲的话，观光客啊。的话大概有多少？大概是70%，大概是观光客。70%观光客，台湾人不吃台湾人的芒果冰？不是，因为台湾人没有那么早起来，都是外国人先来排队。目前以海外观光客来讲，最多的是哪一个国家？日韩。日韩最多，日韩应该是最多的，欧美这样。那有没有我们的邦交国家圣多美普林西比？这个是哪里啊？其实我们上一次有遇到一个非常特别的客人，是哪里？对，他跟我说他从火星来的，然后长得有点像这一位。什么什么意思？说我是外星人啊？说我是二？什么意思？我知道了，布鲁诺是人，布鲁诺是人了吗？年纪了还相信我说的鬼话？哎，打他了，打打打打打打！我叫 Rachel， OK。Rachel， 哎呦，这样问一下，有没有国际的知名的明星来过？台志贤，谁？台志贤来过，台志贤来过。你刚说林志贤，只要是国际巨星，中间一定有志这个字。林志贤、林志贤、台志贤，好不好？好了，够了没有？够了，够了。现在因为四个人先换一个制服，换制服，准备要来开那个什么语言课。哦，已经要开始开什么课？他教大家怎么讲欢迎光临之类的。啊，你要什么事？你芒果冰可以这样子吗？我是学来的。其实你不能骂他，因为这是你教他的。嘿呦西，嘿。所以我要问一下 Rachel， 进这家店第一个要做的就是学习英语。对，我们等一下，我们一天的行程大概会先从一个晨会开始。好，马上开始今天的晨会。小天使是谁？竟然有小天使！小天使。小天使，我来帮他绑就好了。真的不用。我就问一句就好，请问现在是拍大道什么？皇帝，看你做马里亚的天顶个。哎，你好适合哎，而且我们戴这种帽子是那种年轻人喜欢戴这种小偷帽。对，然后但是他是那种本身就是在戴这种帽子的感觉，很适合。吊天钉，吊天钉，吊天钉，红龟。为什么？那我要做鬼昂乌龟。我操，其实更搞笑，我这把接了，我接鬼。我跟你讲，他们很用心。他们把我们准备的服装之外，你还做了一个菜鸟的标签，上面是芒果，对，菜鸟，然后菜鸟，对，然后菜鸟，你没有发现？哎，不好意思，哎，得菜花的鸟，得这个，然后又谁谁啊，谁谁啊？现在要开那个刚 Rachel 说的国际晨会，是，那我们就请所有的同仁进来了，好，好，欢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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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所有的同仁，哇，阵仗好大。好嘞，阿哥外行福利，刚好在那边，刚好，请问叫什么名字啊？叫聪聪是擅长是哪一个委员？他在这边不用负责什么语言，他只要负责正就好了，微笑，笑容是最好的，因为他是慈善大使。
青啊，哦，是星汉大使。哎，你刚才看那个表演，对。哎，他长得有点像大圆，明星脸，像大圆呢、欸，是有点像大圆。那请问教英文的是哪位学姐？是林长。哦，你棒吗？也很可爱。林长，是 Yumi 吗 ？Yumi。以棒，以棒，以棒，又变成 Yumi 这样了。哎，日文的请问是哪一位？哎呦 ，Amy 啊 ，Amy 桑 ，Amy 桑 ，Amy 桑，日本語喋れます？喋らない。喋らない。哎，很客气。那请问韩文是哪位？哎呦，你是韩文系毕业的？对。是文大还是？政大。政大。政大。哦。政大韩文。高材生，高材，高材。对。你我他的韩文怎么讲？你可不可以快点让整个会议进行？啊，什么什么什么 ？OK OK。而且这么多了，你竟然绕过他？哎。看完日文还跟你讲啊？对。那您是教什么的？没有教什么东西。没有教什么东西。那你站这干嘛？他会日文。还来服务大家。服务大家，是是是。我们要开始教我们今天的课程。好。魏小青主导会议。好，是的，我们在永康街总共有三家门市。那我再重复的提醒一次，今天要注意的重点。那我们先介绍一下，我们今天有四位新同仁，新的 New Baby 菜鸟。是。哎，大家好，大家好，我们是 New Baby。对。简单练习一下一个基本招呼，先教你们基本吃木前站姿。好 ，OK， 双手虎口交错。对对，然后放在。你好，欢迎光临。你好，欢迎光临。点餐这边请哦。好，那如果是这边请呢？一样就换手。我就换手。不好意思，只能用这只手。对，只能用这只手。点餐这边请哦。韩文的部分，여기주문도와드릴게요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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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드릴게요。好难念。练习十次。有你主门口啊，有你就有。对，没错。十号芒果雪花冰。十号芒果雪花冰。十号芒果冰酥。啊，十号芒果冰酥。怎么念啊？十号芒果冰酥。没错。扛上的。扛上的。谢瑞秀，谢瑞秀，谢瑞秀 ，OK。是不是要小燕说一下，讲话很帅？你忘记了？你用最诚心的面对他们，用最诚心的表情跟笑容说欢迎光临。然后来，一二三，欢迎光临。我觉得闻到，我觉得相信那一天，我觉得要相信那一天。不要再动，好吵，好吵。好了，所以说其实我们很简单，因为我们学了这么多呢，不管是问候也好，我们都是为了要服务客人。对，我们现在四位是门面会，当然了，已经会打招呼了，是啊，当然要选坐宾。那等一下在做这些工作的过程中呢，青菜大师就在旁边。哇，还有你现在分配一下，两两一组，我们分前后场进行工作。我不好意思分，因为我要分太自分，就会觉得好像不公正。那不然我分啦、啊，不然我就跟青生大师。不是啊，你不好意思分我分啦、啊，我直接分啦、啊。就是要，不是没有没有，你不好意思，我就很好意思啊。啊，我还是要分啊，我跟青山大使啊。你觉得这样会有纠纷，还是我分好？你分你分，就是你跟 K， 然后温跟央。哎，不行不行，这样有什么好看的？观众好看、啊，观众没有期待了嘛、啊？看到我们这边就没有、哦、没有期待对不对？没有花嘛？花，要花花。你然后央央跟 K， 这样没有花，这样也没有花，没有花，这样没有火花，没有花，没有花，没有没有花，这个火花大。不是你这样，你这样准备叫你来，我就有火花。好，公平起见，剪刀石头布，不要啰嗦。哎、欸，看为什么刚才不是切？哇，那刚不算，那刚不算，来来来，就一起啊。好，剪刀石头布。哎、欸，你要再来一起。我要再来。剪刀石头布。哦，那
我们三个一组哦。学姐一起来这个削芒果，好不好？那当然呢，我们的韩文老师，一梦是英文老师 ，Amber，OK，教我们怎么来切这个芒果。这个芒果的出处是在哪？我是选用台南御景的爱文芒果。果然是御景。有没有什么要注意的事项要提醒我 ？OK， 那我们在进芒果区之前，我们必须要全副武装，就是要戴上我们的手套。哎，这里根本就天堂，你知道？要小心，要小心。输了，可以跟大元学姐一起在学习中切芒果的，还当然还有还有那个艾伦学姐，是吧？那我们就开始从洗芒果开始。待会呢，我们洗芒果有一个小小的口诀，是是是，捧在手心上，然后左三圈，右三圈，然后滚一圈，滚一圈就结束，就放到完哦，手上不用洗太久，对对对。来，那我们一起。是，那我帮你带一下。他在帮我带，应该没问题啊。他们可以 cue 我帮你带，我帮你带。我带反了吗？对，这样才对。怪不得我觉得怪怪的。为什么还有擦汗？没有，学姐就是不一样，对新进员工好。还是会投诉美女的认识。你看，有红橙橙的芒果，这是品质嘛，对不对？一个注重品质的企业，他怎么会做不好呢？你那边偷工减料，一定完蛋，好不好？肯定好吃。好的。开心，这个分配很开心吗？开心啊！满意吗？满意，满意，太满意啦！明明 Kid 就连赢两把，他却被分到最好的，最好的，最好的。而且刚刚是真的是完全失误状态，我想说赢了，赶快把它分过来。他赢过，他因祸得福，好不容易来录一日，学姐还是被他舔走。难得你来录，不要在里面吵。我们是听到笑声，笑声连连呐，恋爱的感觉。对，副总，副总，不是不是，你也不错，你也不错。来不及了，我等会好好照顾你。对得起副总，好好照顾。最堵然的是，我连扇子都没带。在人家那边，代表我们这边会完全的正人君子。我们会很 peace。我们因为根本也不想。不在讲，不在讲。现在四个是一个团队，是，来吧，加油！一二三，加加加 ！OK， 那麻烦学姐帮我们就是做一个完整的号，十号，绿色芒果皮组。好，打开之后，哇，这是整个绿芒果。然后一层一层的叠堆叠上去。哦，好好看的，好像那个糖葱哦。这边已经换到酱料手，对，毕竟整个超好吃的。芒果酱，现在要打的芒果酱，全部都是芒果哎，真的，一条龙都是芒果。然后最后这样呢，电炉。哦，哇，完美，可以，可以，我们有信心。我们这个工作站是打架，还有我们打火机专用的机器。这是芒果汁哎，对，它是我们芒果汁，这感觉好好喝哦。拿下来。OK， 那先自己说。好香哦！
香哦！这个环节好幸福哦，我就在这里。我们两个是不是想要争取？为什么立体？对。大家观众有没有发现我们在讲话的时候啊，四周一下有阿公的声音，一下有 Kid 的声音，因为餐饮店都是这样，因为我们要同时做，不然会来不及，不然一个一个做。那你们两个人有决定好谁要做这个肥缺的吗？我要做这个肥缺，可以吗？那我就去填补下一个空缺。你愿意让他吗？没问题。我告诉你会吓到，下一个空缺在这里。这么近，我们是在隔壁而已，我们是 Neighborhood。对对对。我们背对背拥抱。我看一下。到了没 Q 到了，好疼哦！好，好，马上把这个递过去。那个温度，哦。好了，现在准备来做芒果酱。我漏了一个步骤，我漏了一个步骤。一个山的状态。10号芒果冰的芒果酱完成。可爱，出餐。你好，这是你的芒果冰。哇，完美！所以我想问一下大云姐姐，是你原来有没有想过用大云这个艺名？他已经先用了。所以你在工作期间。是不是有曾经有人向你递过纸条或什么东西说，哎，我们可以交个朋友吗？什么什么之类的，这样有没有这样的情形？有的，这样会不会造成你的困扰？嗯，还好。那会不会造成你男朋友的困扰？没有男朋友。哦，那就好。不是，真的好了，我还要福利。他们以前都不在，我被进行的问题。所以你是第一次跟一个陌生男子一起洗芒果，然后觉得还蛮有趣的。是还是说的，整个有一种恋爱的感觉。给我看这边，看到这边，谢谢大家加的爱心框哦，谢谢谢谢谢谢大家送的火箭，还有谢谢啊，谢谢大家送的跑车，谢谢谢谢大家。阿公在里面好热闹，他超开心的好不好？很少看他录的这么开心，对啊，真的好羡慕。你有冰可以吃。不是，哎，可是金山到底是干嘛？其实是我们一个形象的一个拍摄，那我今天想说派一个青山大使来帮你们做你们小天使。需要，真的是需要。因为你们四位是新人嘛。对啊。我们是 new baby。我没有被青山到。我们是 new baby， 然后阿峰就变成 Angelababy， 旁边有个 Angel。你最近很喜欢玩这种梗。我很认真呢。好香哦！这个环节好幸运，你知道有闻到在做的为什么荔枝？对，荔枝当然不是红色的啊！哇，你好聪明哦！这个荔枝里面是白色的啊！哎，怎么会跑那么快啊？好美败哦！没有，这是你帮我调的。好的。是我们这是煮珍珠的部分。请问这是黑糖珍珠吗？没有错。我超喜欢黑糖珍珠的，这个环节我喜欢。OK， 火开到最大，按开，然后到大。然后下珍珠的同时，我们会先做一次基本的搅拌。好。因为我们会有做一个等待的时间。然后继续换下一个重复操作的工作。好的，那我们接下来就直接换到下一个地方。好，这里我们就来挑哦，不换，太快了，对，对，马上换一个。我们今天来给你挑玫瑰花，还有那个马卡龙。马卡龙。是。那我要切一下。
我真的很玫瑰耶，可以吃的食用玫瑰，没有吗？好，玫瑰花可以吃哦。你怎么突然就吃过了？我工作做完了。最后呢？金箔，哒啦！玫瑰、荔枝、覆盆梅、雪花冰啊！那我当客人先开始喽。哎，我试试一下。屌！我做给你吃，丫丫。好看吗？做给你吃，我现在来。好，现在我们要开始这个切芒果了。这个为什么这么难？我来帮你，我来帮你。怎样？那这我俩是在包着你不相信我问我们大学姐，你跟我的啃，我老的啃，你讲啊，我老的啃，我啃吗？没有，你看你问我，还是大姐来给你穿。没，大姐 OK 的。我们要问一下大姐，比方说像切芒果啊，像这个都有讲究的嘛，对不？譬如说这样切一半下来以后，大概切几刀？差不多三刀这样。用啥刀嘛，对不？这个还不好，你哪里不好？对，这个不要。哎，你讲的，哎，那个不行。姐姐真的是可以，就是不好，你不吃掉吗？没有，碎肉。溜三次嘛，对不对？是，一刀。能。有一个示范的模型，就是我们的芒果，大概跟方糖差不多大。这个大。哦。这个小就要变成我们的。就是打汁用的哦，打料用的啦。还要示范吗？不用了，我来试试看看。不是，你没有切纸的。我这样还在切纸的。要这样子，哎，对，要这样子。还在切一刀，我在切纸。这个要剖半。不是，不是，我第一次觉得我自己不会切芒果，怎么会这样？他这样子。七。二。两。好，两后哦。对。我转方向也不对，阿莲，我开始哦。那我们可以自己摆一个爱心在上面，可以。如果你想，你觉得你那五分钟有办法做到这样子，OK。对。啊！浪费了，这个不可以再用。来，这是丫丫吃的，这丫丫吃的，这丫丫吃的，客人当然不行，但这是丫丫吃的。丫丫给你吃。哦，要学那么多、哦，还要学？我不是已经做完了吗？副总那是很主动，他又来了。你冷静一点，你冷静一点。不是，我觉得这家店只能靠我跟泱泱了吧。但我跟你说，泱泱也坐在外面，他在吃冰。真的假的？没关系，我努力。大云姐姐，是平常会在家里也会削芒果吗？会。哇塞，姐姐非常注意我的安全，啊、我今晚就停了。开始。所以大云学姐，对你男朋友当时做过最好的一件事情是什么？从很远的地方去找他，这样算吗？然后后来你就发现他跟别人在一起，对不对？哎，你怎么知道？然后后来就从中发现，原来他跟另外一个女的同居。去左边的同居。绑密头做什么？怎么补救？对，直接再开车，再开车。他们真的好开心，你一直太羡慕里面。他们的工作就只有在切芒果，然后两个人就套得很近。我可以跟你套很近啊，来，我们也来这样。啊，这是什么？没关系啊，你负责工作完了吗？你负责工作结束了？结束了。哎，再帮我分配一点工作好不好？你可不可以举出台湾四个最重要的水果？台湾哦。芒果，对，好，榴莲，榴莲是泰国的，香蕉答对了，甘蔗不能算在水果，它算是经济作物，凤梨，答对，还有一个大家可能会忽略的，释迦，
姐姐我拄好吃了会使，可以吼。然后我拄好讲的水果拢是嘛，对吧？台湾很有名的。我的天，就对了。姐姐刚才一直在注意你的手的那个切好，其实也切的还不错了，还可以了。欢乐时光怎么过得特别？欢乐时光吗？你看出来是欢乐时光？已经完全没了。你再来就要搬着这一箱你切完的到前台给 Kid 他们。姐姐，你觉得我们切的还可以？还可以。如果一到一百的话，可以拿个几分？有及格。有及格，至少有及格。噔噔噔，切完了，好不好？两位姐姐，谢谢了，准备出货了。OK， 谢了 ，Yes。将会产生一种浪漫的情愫，哎，基本上这个第六感生死恋的桥段是不可以发生。他主导我，爱情谁主导不一定呢，有的时候就是这样的。茶梅啊，点缀用的感觉。不好意思啊，哎，不要了。哇，那全部是你签的吗？哎，没有，那不是我跟大元。俗话说，感情是好到可以直接搭肩膀。我没有，我没有搭肩膀。哎，你什么意思啊？是怎样？先搭一日，那边辛辛苦苦，你在那边这样对吗？等一下，刚才我经过这边的时候，你的态度是很好，怎么突然在那边干掉我？我看到。就是讲，考验有没有工作？我问一个工作相关的人就知道了，因为你刚刚的笑声不断的传出来，如雷。拜托，对，你们这边才笑声。讲一句，学姐们了没有？他之前有经验。你不是在工作吗？哎，你问我，副总之前我一句话，我一个完全不知道。你想问了没有？我不知道，因为我没有心要问。不是我的意思是说，我们是尊重 ，respect。OK 啊，哎，其实不是这样讲，因为有些时候在工作，对不对？多少会闲聊一下。哎呦。所以你聊得这么深入，我们聊得就这么肤浅哦，我们都在聊工作上面的 SOP， 无聊哦。没有啊，因为我们都有其他的学姐，有两个姐在教我们怎么。所以你不只有一个学姐，你不止一个学姐，然后在没有我的情况下，在一个密室的。你不要这样讲，你们自己看下来两个学姐，他们工作有多认真。另外一句，不要再乱讲。最后一个问题，讲大学姐什么星座？啊，刚忘了问，我猜他有可能是。射手座，你天上的手座，我也是射手，好什么又怎么样？射手都怎么了？我也是射手座，你跟我握了怎么了？阿良也是射手座，你还敢握？你这样子干嘛？你想扶我们副长？副长什么星座？什么星座？刚刚我们两个不是有姻缘吗？他很主动。刚才是这样，他两个好好工作，然后 Rachel 担心他演了一场第六感生死恋。他弄我，而且他在后面的时候，他转那个盘子，我在后面这样这样。没事了，刚才在弄，然后不要影响 Kid， 他们就学到一半。你要嘛就加入，要嘛就去休息。不要，走开。不是，你跟我讲，我不是说加入不加入，因为我其实有很多东西，我想跟大鱼姐问一下。但是一个集团、一个店里面是有些规矩，对，转台的时间到了就要转台。对，所以学姐现在要来跟 Kid， 这是必须的。Master MUST， 来，轻松这样子。那我们可以请副总转台吗？不是，我的意思说，我们不希望。千万不要，你是担心。对，我是担心，我需要你，真的。那我现在怎么样？刚录到一半，就一个奸人那边传说门说，学姐帮我查案，有事吗？拿过来。我跟你讲，你真的是哦，你要去打破的，就是个奸人。奸人。第一个照面就先帮我调整 ，OK。我现在讲，我现在已经需要那个乌龙茶的部分，我做一个给你看。我给你一下福利，青山大使就在你身边，加油！我有问题。为什么颜面整？你们两个过来，我跟你讲，首先你呢，不要别人叫你做什么事你就做，对，就是要有些长长，不是？而且我跟你讲。是不是跟年轻人玩比较好玩？跟老人玩，他觉得在浪费生命。我们年轻人玩的都比较有新意。对呀。那乌龙茶我们用的底是牛奶鲜奶的部分。
来了。来了，副总又来了，他受不了，他又开始了。你冷静一点，你冷静。不是不是 ，Rachel，Rachel， 哦 ，Rachel， 不行了，我现在没有女朋友，可是不行这样。我现在做到了。心情怎样？你这样，你这样有感觉是不是？这样有感觉吗？这样有感觉，有没有？有没有啊？你要拿去哪里？你知道吗？弟，你不要再插手了嘛！认真工作，有啊，莫名其妙，我有啊。到旁边去看一下，杨哥。哎，大远，大远，大远，查查查，有查了的查了。出餐，太棒了！给你一分钟，可以跟我们的大员一起吃你的冰。真的假的？真的可以吃吗？哎，真的可以吃吗？好了，是一个辛苦女人。其实有的时候跟素人也不错，比较压力没那么大。吵吵闹闹。哎，这个问题问得好，真正在谈。又在把我家经纪人。他在吃什么，你们知道吗？我经纪人 Debbie 手做的墨西哥卷饼。他先问了凯哥要不要吃，之后才客套的询问说：“你要不要吃卷饼？我有做给他们吃哦。如果你不吃的话，恐怕你明天又在该。”真的，他说，所以我客套问你一下。哎，我懂了，这个我路上刚不是刚送我吃啊。他们讲话，翻译官说 ，Debbie 是你不要吃的，他才吃的，他是这意思。所以减吃剩。不要乱讲。好的，其实我刚刚呢进到这个吧台里面来以后，觉得非常羡慕。学习到怎么治病的过程。好假哦！不，这我们现在是正经的。好吃，好对不起，对不起。当我看到这些食材的时候，我真的很羡慕你们这样能够慢慢的按部就班的把一个冰，然后做完以后呈现出去。是，所以我很羡慕。我很希望是说有没有机会能够留下来跟大伟学习一起。你有这个机会？就为什么讲这么认真？我有这个机会。我想说，我刚刚是不是不小心听错了？不是不是。你们怎么为什么这样误会我呢？我刚才是讲真的，你知道吗？日本人有这种留下来以后有没有 catching？ 就等一下你们都下班了，好，就只有一盏灯。你要再讲，我知道，我知道了。我跟你讲，这样子，等下泰学长会留下来跟你两个人在那边进一步的研修，把灯全部关掉，只留一盏灯。这时候一定要欢迎泰学长。哦，很棒哎，很棒嘛。因为日本人这样子啊，刚刚又会日本语啊 ，no， 都不的呢你啊，阿妈的。好，那我们接下来去做什么呢？接下来请 Kid 帮我们讲解一下前台的工作，好，要去实战。实战就是前台的工作是非常神圣的，这个刨冰其实整个冰店的灵魂，没错。像我刚刚就有问过那个副总，刨冰这个雪花冰的部分是最难的，最难的部分要交给我，然后接下来这个配料的部分就要交给你们三个。好的，好了，现在大家准备好了吗？好了，那泰哥你就领军，我们就去本店了。好，没错了，那我们就出发。一二，不用再喊一个了。你们现在是什么队形？对高年级的人盯着低年级的同学放学就是这样。报告，请问我们可以向左转吗？向左，这一二，不用一二，就小学生才一二。我现在去找我的学弟。现在这个画面有点太狼狈，你们可以靠近。靠近我。我们现在跟学姐报告。学姐报告。学姐，请。大学的鸟，大学的鸟。哎，五个人有点太狼，怎么办？太狼了，该怎么办？真的出是什么意思？不要再闹，我们现在要开始，不能开玩笑，好不好？来来，讲到开玩笑来。
这什么意思啊？这是表示说我是会的语言，我会 English， OK， 你好，你好，啊喽，我是讲广东话喽，哎呀，我晓得讲山东话，芒果巴士哟。美的那当然是我的画的，或者分成是荷兰的喽。所以你看到没有？每个人都别上各地的方言，韩文、英文。对，哎呦，这个就特别了。中文。厉害，这个重要。刚刚本来是说我只会中文，就还简写。其实我觉得你把文都拿掉，不要让一些讲一些没有办法播的东西。学姐，我们现在已经来到本店了。实际演练一下，真的可以吗？这么重要的工作要交给他们四个人，有点紧张，应该很可以，真的吗？去了吗？开始喽！张哎，真的假的？我们来了，这么多人，我们旁边的四个人，真的可以。哎，不行，我还是问一下 Rachel 这些。我们现在真的就这样打散了，我们就尽力服务了嘛。对啊，我帮你们分配一下工作就可以了吗？这个语言天才呢，一定要放在洗芒果的位置。大学姐，没有出梗就一定要打。我大学姐，这是一个节目的规则。大学姐，来你就抱，我们就让你安慰他。抱！安慰抱啊！好像真的是。刨冰手，粗糙手，酱料手，咸猪手。那我们要进去了。好，安全一点。加油！好，现在准备实战了。姐姐，我们现在该怎么办？姐姐呢？哇，可以直接开始。好紧张哦。然后布料手，这里。OK。端手。加油！来个。我这里。就请你把挖一起领。开始喽。没问题。开张了。快了，已经有两张单了，快要分两张了。前面两张单了。这里，帮我再点。然后要拿那个汤匙，动作快。这个有没有？我们两根。好了没？我要交了。輕輕的點。啊，蒙古料理ですね。十番ですね。十番吗？十番，一つね。はい。十号的那个芒果冰。完了。一番だけ二人やのシェアです。一緒に。一つを三人でシェアで。テイクアウトで。ああ。え、ちょっと。一緒に加油。好快哦。真的是有点难。六大杯碗。我要看你这个。Number 10? Okay, no problem. For one? And you want one as well? I want to share. You want to share? It's a good idea. Yeah. Hey, come on, come on. It's 961, so wait a second. Thank you. Thank you. Thank you. 不好意思，你们在帮我救东西。はい、八十円。こちらします。あのレシートとあのマンゴーで。好，听我这边喽。当我说“好，欢迎光临”的时候，你们要说“欢迎光临，欢迎光临，欢迎光临”。好，欢迎。这是啊。你是突然间经过过来的，还是说你知道我们那边？救他来，真的，你也是为了跑。OK， 你要给我。珍珠乌龙雪花冰，这真的是我们的观众吗？我们的观众啊，对对对。发一下。OK， 谢谢你来。那
有，我这个就是这边插这边。来，我帮你救。哦，珍珠乌龙茶雪花冰哎 ！Oh my god！ 我不知道。Oh my god！ 珍珠就是就两个茶冻啊，茶梅跟那叶子薄荷叶。哇！对，可以可以。我觉得这里形象打造没有，我说光这个手足无措，你知道，你有没有觉得会是这样？每天会觉得这样打造吗？你有带过新人吗？以我这样一个新人来讲，你觉得反应还可以吗？非常棒，谢谢，谢谢。学长叫做 Rex， 你是这边的店长，是。哦，像我这样子的话，一个月可以拿多少？不好说，不好说。对，如果你是老板的话，你会给我多少钱？10万。所以，我觉得呢，像他们在做事的时候，你在旁边这样看他们，我觉得你充满了关心跟关爱。对，我看他们有没有需要协助的地方。其实我很需要协助，因为我刚刚在脖子这边。我真的没有办法。所以呢，我跟你说，当别人叫你做什么时候，你不见得一定都要听。哦，肩膀好酸呐、啊，学姐。他们应该都蛮轻的。学姐，我肩膀好酸呢。你好好去点餐呐、啊！就是看一下我们两个小朋友在做什么，有讲得很认真，就是说你的病好喽，他们超认真，去看一下，去看一下。各位新朋友，你的病好喽！少女熊猫的工作做的，老板记者他们熊猫好喽。会按电，会按，哎，厉害！哎，你去，来洗手啊，来洗手，来洗手，来洗手。这个真的是一个赛场，然后每个人都忙的要死。这也算是一个另类的台湾之光吧，就是我们台湾人能够把一个美食啊，让全世界的来的观光客都觉得，我觉得如果来台湾一定要在这边吃一下，这是我们的荣耀，不容易，真的。而且刚刚店长说我值10万，决定要来做。你干什么？你什么意思？搞乱成干什么 ？OK 的。然后这个上面是芒果奶酪。OK， 那我这个。冰淇淋的，好 ，OK。가수고를고르셨다네가수고를고르셨다네타이완님이初めて聞い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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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めっちゃうまいめっちゃうまいこれ是牛奶的吗欸580元啊不好意思请问我我自己也当东西哦，我有买啦，我有买，你买什么？我有买啊，82啊，我吃冰啊，你带谁？带谁？没有啊，你带谁？我一个人来，你就不要这样好不好？不好意思，我还有奶酪在前面等着，不好意思，谢谢。哎，到我打开。安子，968号，你的冰好了。这是哈密开始，好冰好了，注意的，少讲点，会不会少讲点？注意哦。哦，这个外带的是你的哦。哎，我真的，这个外带是你送的啦。对不对？这个好像不错。哎呀，一只菜鸟。架好了。阿公，阿公，阿公在哦。来个好。冰冻的，对对对，他买单了，我买单了，22000去点，这么贵啊？没有，因为因为是你做的，对不对？食材都涨价，开玩笑，涨太凶了吧？哎呦，阿公，你要不要给他冰好了？啊，那好了，好，哎，我带你冰了，哎，我就随便的，没有，哎 ，OK 没有，我拿回来给你的，哦，真的哦，你先站起来。谢谢一个人啦，谢谢张立东，谢谢立东，小小丁丁在隔壁，拜拜。哎，救我！一样吃哦，给我救兵的棒子。这，快点，快倒啊，快倒！哦，把你从后面吞下。
个感动的拥抱，你要感动的拥抱一下。没有，我问你的时候，你为什么眼睛会看这边？是 Rachel， 是 Rachel。谢谢谢谢青山大使，谢谢。礼仪国际礼，这是一间国际的店家。因为国际上都是这样。对啊，国际上怎么样？可以。笑，不是，你有种你就亲嘛。然后刚好今天都有安全之吻，都已经做好了，没有在怕。哎，这个安全之吻很屌，是它可以这样子含着这一块，然后我舌头是可以这样，是可以伸进去，可是又不会碰到。大家好，今天讲真的，我们四个人真的很亲。对，尤其是我看在眼里，剃的真的亲。真的，我跟你讲，大家都亲，只是我那个动作我真的做不了，因为它很难堆。我跟你讲，现在发现 ending 坐在那边有人进来的原因，是因为我们挡住对方的主要干道，所以我们先出来，我们先出来。好，哎，今天呢可以说是经过一天的工作，我觉得相当的值得。对，因为让我看到一个成功的企业背后，它原来这么的苦心在经营，没错，对不对？它每个环节都非常的要求，对，我就觉得非常的敬佩他们。然后他把每一个东西都 SOP， 对，所以他只要点一到十，就消费者一目了然。然后他也问我说：“这款如果啊，一个啊，就一起吧。”我就说：“啊，六号，六号，没有，我说两个都好，两个都好，六号。”十号是最多的，对，十号点的最多，对，招牌。突然间就听到，突然间听到心里这么自然的 Q 吧，对，所有的 Q 吧都很震撼，而且从头到尾看我们四个，给我们一个评语，来。Rachel 难说，这样说好不好？对，今天要你裁掉你们员工四个人，然后明天要这四个人来，你做不做得到？我愿意。我靠，你太明天走投无路了。我愿意为他们四个再开一家店。哇！他是为他们辞职那四个开一家店，然后我们就来帮进来。对对对对对对。所以，我们今天要请一下 Rachel， 真的评鉴一下我们四位今天的表现。我们这个团队真的是一百分。我们之前并没有太多的训练，比如说我说你好，欢迎光临，然后你们就会说欢迎光临。感动你们四位真的是发自内心的跟我们参与今天的。没有办法用分数来代替。掌声，掌声，太好了！听到鸡皮疙瘩，第一次看到一个事业主用这种称赞的泛着泪光的感觉，突然间让我想唱一首《闪闪泪光》。是泪光闪闪。啊，没有，没有，没有。那如果有机会的话，经理必须要选择一个人跟自己去日本出差，会选谁去？凯，凯。嗯。凯，谢谢。谢谢。大家今天辛苦了，还没有看你们真的好好的吃一口自己家的芒果，谢谢有请。哇！哇！哇！这个分配是 OK 的吗？台哥跟央央，不是因为刚好你坐的朋友，我是没有啊，啊，没有吗？台哥、央央问你嘛，你哥，啊，你真的很烦哎，让我吃。赶快吃，台哥，在你这一次大快朵颐之前，帮我们喊一个一日吃木芒果。或者说是一日思慕的人，然后我就接着唱苏果的苏果，一日芒果雪花冰，成功，耶！好吃，好吃。谢谢你们今天的辛劳，谢谢，谢谢。我们招待各位的贵宾券，哇，贵宾券，哇，多，哇塞，太棒了！你会说《红楼梦》私募的人演唱会，我醒来。哎，而且他们真的是超慷慨的，他这个贵宾券是任何一个口味都可以耶。轻轻。哎，很少说有人在讲话，然后我说 solo 演唱，然后做 ending background 开玩笑。其实我觉得还不错，这还蛮适合。真的哎，你就听我，你现在听我 live 唱歌不容易了，别人找一个，你有没有更惊人的？演到一半发现镜头在拍上面。粉丝团跟 IG 千万别忘记了，就这样。